Excuse me, do you know where the Taipei station is? Turn right or turn left? I don't know. Kill. 高中生你敢讲我敢听，我是主持人龙龙。教育部在去年决定下修高中生应背的英文单字量，高中生需要背的英文单字减少了，英文程度会有所影响吗？现在高中生的英文程度又是如何呢？让我们来听听高中生怎么说吧。你觉得你的英文程度好吗？一到十分，请给分。六分、五分、九分、七分、八分、两分、零分。A 到 Z 都很困难，我每个字都会搞混。十分。Hello, my name is Ivan, and I love to draw and listen to music, and sometimes I read some novel. 你们都是怎么样学英文的？直接放弃。听英文歌、英文的电影或者听英文的流行乐。They don't know about the things we do. They don't know about the I love yous. 学校发的那些讲义教材什么的就会看，我们都自费，不同。英不同。你们有讲英文的外国朋友吗？我有一个。哪里人？他是美国或英国，我们就是用台语聊天的。什么？意大利的男生长得都很帅，但是女生长得比较不细致。你们没有用就是外国人来练英文过？何必呢？都来到台湾了，不学一下台湾话吗？我们三个其实之前是。就是新加坡海外交流的，所以你们去新加坡吗？会把中文、英文跟台语混在一起讲。Terry, how many times do I need to tell you? Don't be such a gamble. 今天就真的有一个外国人，然后呢想要问路 ，Where is the Taipei Zoo? Girl. 帅的你会说，帅的你会说 ，Girl. 他问我说台北捷运站要怎么走，然后我不会讲楼梯的英文。Excuse me, do you know where the Taipei station is? Go there and up and this. Turn right or turn left? I don't know. 你刚刚都不知道。你们觉得英文好或不好，对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啊？我觉得在台湾其实还好。如果要看更多资讯的话，用英文其实会比较好，就比较多更多资讯。现在中文。某种程度上比英文还要好用。哎呦 ，phenomenon 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phenomenon 什么意思？现象。hippopotamus 什么意思？河马。答对了。pneumono ultra microscopic leak cover volcano polynesis 对吧？呀，差不多耶。Rhino laryngologist， 哇，好标准啊！我不知道哎，要改我一开始说的那个分数九分，你要改成一分。你不要害我啊！哦 ，Torino laryngologist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耳鼻喉科。不管你现在的英文程度好不好，只要肯学，找到方法。一定能够更快、更有效率的学习英文。想要精进自己的英文实力吗？那就不能错过这本《戒掉烂英文四》，学会100句一开口就是潮英文，学会道地的英文，不一定要出国，抓紧直接中分音的毛病和老掉牙的英文用法，透过小细节学习老外都在用的实用英文，让你一开口就潮翻天。